好，这件洋装呢，里面先告诉大家，我穿的是我自己的小可爱。如果想跟我一样这样搭配的人，其实也 OK， 你可以询问我们的小帮手，我穿的是哪一件小可爱。第二个呢，你可以就是穿平口的小可爱，基本上呢，上面呢它就会整个变成是网纱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后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是全网纱小露背的感觉，但不用担心，它完全没有露到背，也不会露到你任何的肩带，它就是若隐若现，非常小性感的感觉。再来呢，它也是我们 MIT 料子非常好的弹力网纱，第一个不容易勾破，第二个非常亲肤不刺痒，再来又好看。我觉得网纱给人的感觉就是若隐又若现，小小微性感。那这一件我觉得蛮有心机的，因为呢它的后背其实很正常，前胸呢也很正常，但是怎么感觉就是有点性感性感，让人家想要多看你一眼的感觉哦。它可以穿到 XL， 我们 MIT 这一块布料，这一件连孕妈咪都可以穿得这么漂亮哦。所以呢基本上它完全没有靠在妞儿的腰上，所以呢它的尺寸跟 range 都非常大。妞儿是161，目前我里面是没有穿任何的裤裤的。那如果呢你是165以上的人，你可以多加一件小短裤在里面，可能你自己会觉得比较安全，但是呢长度都是非常非常 OK 的。